我不喜欢那种对线平平淡淡，我还是蛮喜欢压人的。闪了我怎么办？他妈耍大技呢！牛逼！我还以为能抢救一下，你们妈妈的别吃滚，别吃线，滚！你不会？哦，计划。对的，我当然有。OK， 你可以吃线了，吃吧。转变态度。别害怕呀，太怂了。哎，这挖掘机挖挖机好怂啊，挖挖机。一点塔一点伤害都不愿意吃。太保守了。OK， 打不过 W 吃了，打不过是对一枪，等一下，我再赶，我再靠，马上到。连招带回去，哦，明天不用，明天不用早起，今天可以多播一会儿。对，今天可以稍微多播一会儿，想起来了。没有角度啊，现在哪有角度？哎，这炮车不错。他没闪，一捏在手里就还好了，就没那么慌。不走就死，男人不走就死，很简单。EZ 加机器人，但杰斯这英雄不是一般人能玩的，这英雄很难。
呀，还跟我有关系啊？我都觉得这个男枪跟我没什么关系的，看了一眼好像还有关系。丢一下113，不着急啊，带我慢慢找点距离，找点位置。好，他得退了，来个帅气的勾。A Q A， 他肯定会一边走位一边 A 我的，但最正确的做法是直接走位然后不 A 我，这是最正确的做法，因为跟我换血他一定亏，他辅助死了，他换血他很难受的，男枪来保呗。想杀他呀！我操！然后耍把帅的，算了，来了，别耍帅的。我刚刚闪现跟 E 都捏在手里，不喜欢那种对线平平淡淡，我还是蛮喜欢压人的。闪了我怎么办？他妈耍大技呢！耍大技呢，这个人，什么意思啊？天意带闪，一闪是吧？我操，纯粹的一闪，根本压力别这么大，压力这么大，看着有点慌，主要是。压力太大了，看着。你要有本事，不需要什么运气。别乱出钩子，不能乱出钩。哥们，往这一站，你怎么玩？回家吧啊！退下吧，兄弟，这现在你已经不会吃了。我很少知道自己在找什么，但我总能找到。差一点点钱，怎么说，旁边一个骚扰型的游走位，老机器人啊，这是我机器人，我也机器人绝活，我机器人也很厉害，主播除了打野其他位置多多少少能玩一点。呀，不行，不想给卡上。打出来个阿克上，
死他死他就死他，弹个放 Q 一下，随便 Q 连着，先打个一闪不？哦，没有闪现，还想打一闪，没道理。